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北京时间11月23日，米切尔与爵士达成续约协议，合同金额为5年1.95亿美元。米球的大合同到手了，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米切尔的第二代签名鞋 Baller 还没穿过几次，米切尔三代被曝光了 Lego X Adidas 5.N issue 警号，三大伙儿应该也能看出来，这配色是乐高联名的配色，鞋舌上有米切尔的 Lego 形象，看起来还是很可爱的，当然也有米切尔的个人签名，这点从鞋垫上也有表现，一边是米切尔扣篮的形象，一边是 Lego 和阿迪达斯的 logo 联名款的细节，还是很到位的。和米切尔二代不一样的是，米切尔三代的鞋舌上方多了一条弹力的绑带，绑带上有米切尔的绰号，鞋带孔也放到了球鞋内侧，这可能是为了提升包裹性球鞋的后跟做了上翻，并且增加了拉环的设计，与球鞋的配色融为一体，看起来颜值还是很不错的。从另一个配色的谍照可以看出，米切尔三代的中底已经换成了 LIGHTSTRIKE 科技，看来 Bounce 缓震要被淘汰了。乐高联名配色的外底是咱们熟悉的半透明水晶底，隐约可见是网格的纹路，中间似乎有块抗扭片 Adidas， 在这方面不含糊，抗扭片上的表情包很有意思，看起来都是 MG 表情 Baller 大胆猜测了一下，这些表情包都是米切尔常用的吧。另外一个配色也很骚气，侧面这块渐变的 TPU 黄特翻的性能应该不错，前面看起来也很有质感。最后 Baller 想问一下大家，你觉得米切尔三代和一代二代相比的话，哪一代你觉得更好看呢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